国史馆历时6年46次访谈，完成60万字字大册的陈水扁总统访谈录，20日下午在台北国际书展举办新书发表会。对此，陈水扁特别北上出席，虽然拄着拐杖，但精神状况良好。看到支持者对他高喊“总统好”，他也笑着挥手致意。刚获高院裁准假释出狱的儿子陈志忠也陪同父亲参与新书发表会。这本册内底，我有特别来回顾，印象非常深刻的几位立法委员，所谓的立委倾向，或一个一个像。有人想讲，哎，当时阿扁阿你方拍，阿达无写到这个韩国瑜立委，我想讲吼，这是小儿科。阿扁阿去予伊拍，带伊三天，但是呢，有当堂做甲立法院院长，有一位当堂立法院院长去予扇嘴巴，阿扁阿算什么？在迄个时代。国会的主题冲突，拢总是我多人片面的。我感觉讲，阿扁也去予韩国瑜拍下去大院，那算什么？现在我这卖在想讲，其实韩国瑜的故事，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故事，翻转人生。想一个贯穿的主题，会当做台湾委员。有做咱无咧做咧，到尾也做甲高雄市长，因为选总统去予人罢免，啊，即嘛你想会到讲，也当个咸鱼翻身，变做国会的议长吗？所以我也咧主持节目，我做希望讲有机会来邀请韩国瑜院长来上我的节目，我相信即嘛正趣味的代志，可以好好的聊一下，我相信。要感謝的人真多，不過我愛特別感謝馬前總統，讓我有機會出來。我更加感謝蔡總統，讓我有這個機會來做口述歷史，唔到今仔日一套車的出版，而且要來推薦兩個人。一定要看这套册。第一位就是新当选的赖总统，因为阿扁啊，八年总统就是朝小野大，少数执政。咱第二位少数执政朝小野大的赖总统，伊的处境甲我真类似。要安怎来面对甲克服？要安怎来行对的路，做对的代志？这本册绝对会当有参考的价值。第二位我要推荐，就是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，伊就爱看这本册，伊爱了解讲阿扁啊过去伫立法院两届，五党在野党。少数党免怎来发挥少数的力量，免怎来扮演强而有力的监督甲制衡。所以最近有咧讲到，立法院委员会召集委员，免怎来争取有机会甲无机会，其实事在人为。